Lollipop F 新专辑卖出好成绩之后，唱片公司决定乘胜追击，让四人推出新一本的棒棒糖写真书。因为四人为济州岛的观光大使，所以照片外景多在韩国取景，有别于上一本写真。这次团员由六人变成四人，四人也由男孩转型成男人。比起以前可爱的路线，这次则增加了男人味。好，那好，好了，就这样子哦。好，进去。看看，等等，好，把头撞进来。噔，还有那个，这个，还有我们的多利，多利，拿去，很超值，让你等着戴，划算。对，拿去就是洗洗油剂，洗油剂一点一整天。OK， 这就是只有在成品能够买到的。四人九日下午特别抽空到印刷厂，一起感受新书出炉的喜悦。因为海外已经确定有500本的订购量，他们除了要特别帮海外的500位粉丝签名，也精心准备了5份精装版藏在其中。里面除了有特别加料，更是他们亲手包装，价值非凡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Lollipop F， 非常开心呢，是我们来到了印书厂，看一下我们的之前在济州岛然后拍摄写真的书已经出炉了。对，张惠妹阿密特大获成功后，阿妹就在当年的尾牙大放散财，人人沾喜。如今 Lollipop F 专辑销售佳，现在写真刚刚登场就轰动，马上今年尾牙就要到了。Lollipop F 四子于是承诺唱片公司的同事，将会好好的犒赏大家，向巨星看齐。今年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非常的好，很用心的在帮我们。那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初步的蓝图了，然后有一些计划，然后会，怎么不算计划？就是有不错的东西。